2022包租公博览会重磅登场。你想当传统包租公，每天24小时一直处理问题，还是当个爽爽包租公，每天睡到自然醒呢？那你绝对不能错过。这次展览内容包括了热门议题讲座、新形态包租公指示、包租公新手村以及包租公大补贴等四大亮点，并聚集来自台湾各地动产包租公及各领域专家。我们都会在这里讨论房地产未来10年的布局与光景。不论是想要买房的小白，或是对想进入房地产收租的投资客来说，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。展览时间将在11月19日下午1点，在南港 M24 的区块链中心举办。购买双人套票更划算，如果符合条件，还有机会免费进入，快一起来参加吧！